查囡仔出头太济啊！无你即摆袂顶袂当是真还是假？我有偷偷军装抄身起来，唔知我都救你。阿西啊，你受伤，我真正想不掉。我真正不应该有曹静哦，有机会安尼来伤害你啊！上条爱是你来救我，你来救我，我就欢喜。哦，啊是讲你为这么管安尼凌乱，唔知道去伤会到无？我看咱是来朋友做下检查较妥当，行行行。唔免啦，我这条命拄捡回来尔，我还阁足惊的。而且其实我心内伤，比身躯顶的伤阁较重。所以我不需要医生，我感觉需要你，只有你会当治疗我的心。歹势啊，害你着惊，我应该好好保护你的。不要紧，我知影你有苦衷，而且我今仔日才知影迄个曹静真正足恐怖的。啊，你敢真正会惊？我知影恁两个人的秘密。我的秘密你毋是已经知啊？我原本无完全了解，一直到拄只。才会完全清楚。那你即摆知影真正的我，你敢会看袂起我？当然袂啊，我哪有可能看袂起你？你免惊，我会陪在你的身躯边，陪你想办法，做伙脱离。你即摆知影我的秘密了，你阁愿意陪在我的身躯边哦？因为你救我几落摆，我知影你是真心的。若不是你冒险来救我，我真正不知影迄个曹庆会做出甚物款的代志。坦白讲啦，今日看你哦，为甚物管咱咧连乱，我心嘛对你连乱，一定足疼的哦。原本是足疼的，啊，不过看你安尼甲我爱几落，故意伫咱要紧话，我都忽然间袂疼。啊！我安尼连落来，我一定规身躯拢全涂，啊，佮外面啊，一定拢是涂胶布。袂啦，你也是感觉做事，感觉做事。是讲好个家在无去伤着病，啊，若无你好操心哦，我绝对找伊算账。自从阮家出代志了。我都一直感觉足惊遐的，啊，不过不知影为虾米，只要你伫我的身躯边，我就感觉亲像倒去厝的同款，足安心，足有安全感，都袂阁惊。啊，哎呀，我倒，原来对伊一点仔抵抗力拢无啊。Bingo， 上钩啦！你要创啥？我真正是搞不懂你。什么意思？你拄则对我讲的话，敢拢是真的？我才讲出嘴话，都一句。你讲你关心我，你要紧我，拢是真的？当然啊，当然是真心的啊。那呢，我今嘛马上 right now， 我得要测试几件代志。安尼就对啊，心跳足大来足紧的。就问一下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伫个 test 啊，安尼哦，我已经确定你是真心的，而且你是一个正常的查甫人。哦，我原本就是一个正常的查甫人啊，好不？啊，拄着啊，我心动的女人，我心跳都在加速啊，无你是怀疑啥啦你啊？哦，
哦，我抓到啊！那有关哦？你讲心动，表示你承认你对我心动。想怎要一个苦瓜面啊？还佫讲甚物袂愿跟我谈恋爱？为这代志哦，真复杂啊！即摆高超真已经知影讲啊，你知影我的秘密啊，毋知用甚物手段吼来伤害你。真正，我看你也是哦，莫遮见我，安尼对你来讲会更加安全啦。真正，我袂惊。你莫冲动啊！我无冲动。自从阮家破产了后，我洪无情退婚，还佮有新店遐个假面闺蜜安尼甲我侮辱，就算我佫再痛苦，为着我厝内底人，我嘛要勇敢站起来。今嘛，我要甲你做伙，我就袂惊迄个臭青，而且我嘛相信你一定会保护我，对无？你真正袂惊？你真正介意我？你真正介意今嘛站在你面头前的这叶俊成？坦白讲，其实一开始吼，我确实是因为你是大业集团叶志成才接近你的。啊，不过我发现，我看到真正叶志成，跟我想的无啥共款。我想要关心你，了解你。我已经决定我要等你，等你感觉时机成熟，愿意跟我交往为止。叶志成甲我讲，大业饭店宴会店点满，所以拢是派你去。伊拢不肯替我瞧，里面我换所在办婚礼。So， 我讲我会当加钱啊，伊替我瞧好时间加地点，啊，不过伊安怎拢不肯答应啊？伊一定哦是要替你出去，才会安尼报复我。你敢会当甲我斗相共？替我说服叶志成，和我的婚礼会当在大业饭店顺利举行。无怪哦，我就想讲，你奈形容到我放落恁个回事嘞，这就是你的目的。那呢，就凊彩拣一个日子，凊彩结结了啊。我一定要伫我指定日子结婚。那呢，换一个所在嘛袂歹啊。即马台湾哦，足流行迄路边办桌，啊，伊就拣一条路人上侪迄种诶，直接甲办落，保证你足抢眼诶。你有心啊？这件代志哦，我袂公布啦。你敢会当替我保守秘密？我就惊，我不到大了后，我的身体会愈来愈无爽快。到时阵哦，婚礼一定就忝的。我的宝宝，我惊会影响到。好啦，我会甲叶志成讲看卖，啊，不过伊是毋是会听，我都毋知啊。多谢你，我就知啊，你上善良诶。啊，你有心，敢会当啉咖啡？我只是啉一嘴，品一个咖啡泡面尔。感谢你宽宏大量，不计前嫌。甲你比起来，我较歹势啦，为着要报答你。你敢愿意来参加我的婚礼？你是伫邀请我？和我的形容，看到叶志成这么优秀的对象哦，一定就会放弃回去你身边。而且你愿意来参加我的婚礼，和我祝福，我嘛会到成团，你甲叶志成交往消息，和大家知影。我考虑看卖啦。我呢做嘛是咧替你设想啊。只要大家知影你甲叶志成咧交往，你就是叶家未过门媳妇。安尼领导甲叶家随便叫做情感消息传过去，领导是啊，一定起死回生。我甲叶志成是毋是行到遐，还阁毋知啦。机会到手就要把握啦。
你放心啦，到时阵我会捧花一点蛋给你，顺便替你跟叶志成催婚，就算是我给你的回报，我也希望你会当赶紧得到幸福。我会替你说服志成，一定会让你的婚礼顺利进行。我真想无咧，你奈这么善良哈、啊？明明就是你柯心弟欺负你，你说颠倒要个斗三工，拜托我去请饭店的宴会厅，给伊办婚礼。你也知影我是咧替你出气的。我当然知影你是咧替我出气，啊，不过我无你讲的这么善良，我只是无希望甲迄个心弟，阁继续安尼不甲这么不欢喜。我嘛希望我会当放下甲伊迄个未婚夫的结缘。是讲啊，你也是较细腻啊。参照心弟迄款查某啊，伊袂真正甲你回信的，伊毋是毋通去互骗你啊。这我当然嘛知，啊，不过我嘛知影，每一个查某人一定拢足期待家己的婚礼。那安尼，你是毋是当好人做到底，陪我这个你感觉上过善良的查某囡仔去参加伊的婚礼？什么意思？你真正要参加伊的婚礼哦？当然啊。我希望你会当徛伫我边仔，互心龙，唔对，是所有的人拢知影我唔是无人爱，然后我就会当彻底放下所有的恩怨，重新出发。啊，你若袂讲话，你是毋是无想要陪我去？无啊，我当然愿意。愿意，愿意，我当然愿意啊！哎，你放心吧，迄天哦，我一定吓怕吓怕来衬托你的美啦。哎，我的心动哦，真正后悔到死啊！你讲的哦，你到时阵若是无够吓怕，我是退回啊。啊，我绝对保证，迄天绝对哦吓怕甲，互查甫人看了万毒，查甫人流嘴烂。这样你臭屁！都假讲的，你就。恭喜你结婚！多谢您啊！啊，你雄雄一直叫我提早来，是有啥物要紧的代志啊？等一下，我婚礼就要开始啊！我希望我家己是会场唯一的女主角，你应该袂怪我粗心吼。你是啥物意思啊？我听无。大集团招牌遮尼大，若是记者看到恁做伙来，一定全部走去采访恁。我这个女主角就变做长桥的，为着改变这个情形，我已经叫记者来这好好采访咱两姊妹啊。咱两个应该是有啥物话好好讲的啊？那也无，事实哦，就足精彩的。秀萍，敢是真嘞？谢谢谢谢，你今天是好兄弟啊！好啊，别吧，别吧。各位见证朋友啊，恁头当来，别着急啊。今日哦，既然叫大家来，就是要予大家知影真相，吓怕徐晶晶这个恐怖面具。你是在后白讲啥？是不是后白讲？大家快去我就同情伊诶，伊说因为扣分，然后最后选择我，就去西人叶志成，要好我伫大叶饭店办婚礼。我讲你先啦，真无简单，会当结婚，欢喜到脑充袂了。无影无食诶代志，啥咧乌白乱讲。叶志成，你随讲我做伊工作偌久啊？徐晶晶色诱兼偷条叶志成，除了利用叶志成来侮辱我。最重要就是要做大业集团名声，让因爸会当用叶家亲家的名义去造谣撞骗，让因心里失败爸爸东山再起。你刚刚无感觉徐晶晶就着急要嫁予你诶？